西京，忙忙忙忙，我们哪里走呀？西京忙忙往前进，一行姐妹转家门，一行姐妹转家门，北风吹来声寒冷，北风吹来声寒冷，怎么有点穿到别的省去了？而听有人叫苦声来。熊掌，你在哪里哟？妹妹，我在这里哟。哥哥，妹妹，你还没哭呢。妹，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哎呀！好，掌声鼓励。有请我们孟大师，宣布哪一队获胜？我宣布，先两位大师获胜。哎呀，谢谢老师。因为他出来这个架步，虽然走的不是那么十分好，只有这么一点点时间，他就记着了词。他的词背着了。太厉害，这是真的厉害。他们就说。按照他们的计算，你们同时一个时间是不是？但是你的记性就没记得词，对，记不住。导演给你练词啊，但是希望你们今后超过他们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我是国家级灯戏传承人，我要在洞下槽里把灯戏发扬光大。不单是洞下槽的发扬光大，我们的灯戏要走遍全国，要到各个地方去演出，希望广大村民的子孙后代都来参加我们的学习，谢谢大家。好，现在我宣布啊，华少这一队，获得30分，耶，另外一队获得10分的积分。我们今天晚上在招考员还有怒火晚会，另外晚上获胜的一队有一个保送的提案，另外两个队还可以争夺一个提案，由我们的村民投票。今天这个环节我们就到此结束，谢谢老师，辛苦了。